我们今天呢，就是要拍今天阳光就是特别，今天阳光就是特别耀眼，特别和谐。今天阳光就是特别耀眼，特别和谐的专辑封面。怨念超深的回答，怪谁？对，我们从四，我们应该前后拉了有超过一个月，然后我们一人在演，就是为了想要等阳光露脸。今天阳光就是特别耀眼，特别和谐。我觉得就是要讲，其实你不论面对什么样的状况，你心里面那个美好的那一块，即使今天狂风暴雨，可是其实你觉得那不影响你今天想要开心的状态。就是其实重点是你去选择你的心情嘛，而不是被环境跟感觉控制。我觉得其实是这样，所以对我来说，就是即使下雨啊什么的，我觉得我们总会找到解决的办法。这次的专辑封面呢，对我来说啦，我觉得这是我拍的最不紧张，然后跟最蛮放松的一次，觉得蛮好的，很美耶。对啊，这部很厉害，这部很厉害，这部买回家，买回家干嘛？每天跟老公讲话，真的，你今天想吃什么？笑哎。这次的尺度我是非常非常的突破我的心房，然后又是电话又是讯息的跟公司一直讨论，那个游走在那个极限的边缘这样子，那还不是为了你们。不就还好，腰还没有到很粗。我觉得这真的也是一种特别的学习经验，不然我照理说这些地方我平常是不是不可能露的，可能对不是我另外一半的人真的看不到，所以就是，但是我们又让它是好看的，不是要让人觉得哇曾沛慈这次是要脱了吗还是什么，我们不是要走这样，只是说这次各方面真的都很突破，所以希望大家可以看到，那不要想歪好不好，就这样，我会继续加油，我不知道怎么 ending。